我是高球女孩 Vicky。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我们现在是在距离我们学校差不多十五分钟的一个球场，叫做 Palouse Red。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打球，对，搭配药水。对，如果打多余 bogey 的话，就是喝一个药水。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会做第一次的 golf course vlog， 然后再加上等一下会有一些即兴的Q&A 跟快问快答，今天就是 have fun， 你知道吗 ？OK， 所以我们就开球 ，Let's go。Edison 的第一洞，这是一个 par four。这里还不是用我的 driver？ 对，我们红姐忘记我的 driver， 直接忘记带 driver， 没关系，你让我一支球杆。好球啊，有差，根本没差。我打一号，我打四号。那是 conference 打完的一个礼拜后第一次碰球杆。没事，还球到，还球到，第一洞而已。小 pebble 斜坡就在打，放挥杆就好，球往前滚就是好事。A 举边。78 78 OK， 球嘞，球呢？ Doesn't matter。 Hello， 我刚拍这影片，我都说要求你还是个女生。好，愿赌服输。刚刚第一洞 AD 打怕，我已经不知道打几个了，我先药水一下。第二洞，打比较烂的先撞。不错啊，行行。你好卑微哦！我怎么都没有。谢谢，谢谢。可以可以 ，Let's go Let's go Let go Let go， 这栋是一个随便啦，在搞什么？彼此的小绰号 ，Andy 姐 ，No， 不是吗？不是，是两个字的，我家人都怎么叫我？那我彼此，那是你家人好不好？我说知道彼此的小绰号，你是你那个叫什么？阿胆的，不是不是，阿呆。呆妹，那我嘞，我有绰号吗？佳姐，你是很烂，你的题目就很烂。好烂。我在担心你会不会打 shake， 我就会死掉。I'm the future star。哇，听起来就很碎。好，接下来这一题是彼此喜欢甜食还是咸食 ？AD 喜欢咸食，对，你喜欢甜食，对，简单吧这一题，简单。然后再来是自己最有自信的一支球杆。我觉得你 driver 吗？对，我 driver 还蛮 driver， 我的话也难猜耶。我应该会说是切杆。可以可以。
哇，可以啊。Part 4，这段比较像是我的 ball fly。有人叫我上。要去沙坑喽！哎，超过沙坑啊！你在右边那个电箱那边，不能用力，用力直接那个大废，他就直接对啊。那你下一段要不要试教我的？今天打不过我就了。在这里，哦，好球欸，像大哥呢，就167不加上坡。我完全不知道在哪，打了一个套。我在拿小鸡腿，我已经预测到我可能会失体的一些距离，然后已经把它夹在这球杆上面了。半挥杆，上坡顶峰，上坡顶峰，那全挥杆。Oh my god, so good. Okay, yay. 好球。你先帮我拍我的 outfit 吧，这是我新买的 Lululemon 的裙子，很漂亮。揍我！好，下一题。彼此讨厌的事，我先说讨厌的事。对，豆泥类的，豆泥类。我超恨黄豆、绿豆，任何泥泥的那种都不行。你不喜欢。很简单吧，香菜。对，香菜超臭，我不懂为什么叫香菜，香菜根本没有味道啊。这一题是喜欢饭还是面？我选你是喜欢面。我喜欢面。嗯，我觉得你算是喜欢饭的人。对，我喜欢饭。他超爱煮那个韩式泡菜炒饭，但是他都用那个 cauliflower， 但是呢，如果它煮韩式泡菜炒饭的话，就是非常好吃，超好吃。我自己都 so proud， 那个就是我的拿手菜。对，我自己个人是蛮爱辣鸡面的 cheese 口味，或者是我最近很喜欢螺蛳粉，越臭我越爱。我们前面煮的还在前面，所以好重哦，着急。接下来是一个字形容彼此，一个词吗？一个字，一个字哦。好，我先形容蔡伟佳好了。我觉得我会讲出一个很烂的字。赞！我觉得你是酷。接下来下一题是最难忘的一场比赛，这么跳动吗？夏威夷那一场，我也会说是夏威夷。真的，我觉得夏威夷真的不错。夏威夷我就是从来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蛮酷的一个。虽然我们那一次没有特别去哪里玩，就是澳洲那个探险。这一题呢是喜欢那个日出还是夕阳？我猜你喜欢夕阳。我喜欢夕阳，因为没什么机会看到日出。我猜你夕阳欸。对，因为我不是 morning person。红红，你是喜欢看 日出还是夕阳？好，不要理他。好。Thank。怎么打嘞？我靠，这还不错，挺好的，还有 backspin。为什么一直输？这才 only two， 而且我们才打到第五洞而已，好不好？第五洞吗？又需要点药水。
就像水一样回甘。好讨厌。197码的 Part 3。好的，小鸡腿，我没动啊，用小鸡腿。好 ，Q&A time。OK， 下一题是对方做过最感动的事情。你对我做过最感动的事情，就是一个 Every day， 每一天都载我去哪里，然后每一天还当我私人教练，有时候还当我私人主厨，就是每一天的小事情，那个就很感动。那如果我说我觉得你做过最感动的事的话，我就会说你的出现就是最感动的事情。我跟你讲最规矩，但是还是可以把球来，我并没有，我为什么要拿推杆？我还是可以把球拿在球上，这个是我们 professional 的一个厉害的地方。懂了，白领。好的，白领。距离的部分是不是差距有点多？我真的觉得没力耶，没力。我刚刚说我强项什么？切杆。好，来表现一下好不好？表现一下。Go go go！ 很棒，很棒。为什么我觉得刚才没有吗？自己滚到自己，有一点。Eddie for birdie。直播的感觉，不要一点点右边。哇，还不错哎。OK， 帕，谢谢。先 finish 好。哇。好像 Vicky 下烧九帕的。让我们看看他可不可以救 par。 喝药水吧姐啊。我为什么我让你求救？我哎，你知道93什么意思吗？ My perfect number。 确定吗？确定吗？ OK 的。我爱在轰轰烈烈，我觉得也不差，但是呢可以再更好。我绝不会忘。 Yes， 轰轰打最远的测距仪呢？你的测距仪呢？大陆就讲测距仪啊，你可以讲测马器吗？测马器。好球，听的声音就知道漂亮干净。Eddy， 红红。好难，为什么？因为太、那個、太性感了。车马机跑到哪里？发起我车马机呢？市场。哎，狼K，你可不要用这种狼K打法吗？我的策略就是要让它滚下去，好不好？不要用狼K打法，滚下去。不客气。
是很僵。盖伦。水了，我很健康的，好不好？看我要尿出来了！看他可不可以救怕，好不好？这一颗 decide 他到底要不要清醒？对，加入我们吧。他选择不清醒。所以你知道吗？高尔夫 mental game， it's all about mental。哈哈哈！看他怎么那么快，冲刺！有拿到、哦。下一题是口臭 vs 无止境放屁，无止境放屁也太……那一定是我会选无止境放屁。因为我觉得口臭不太行，因为你跟别人亲的时候会影响到别人，完全无法改善的那种、哦、我宁愿完全无法改善的口臭。对，所以我宁愿选择无止境放屁，然后我会就是去比较旁边的地方。我，你会选哪一个？我好难哦，可是无止境放有声屁吗？就是放屁 whatever。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口臭也不行，无止境放屁也不行啊。无止境放屁就是你参加任何 event 都是不行。我觉得我可能会选口臭，因为我就是疯狂，每个 moment 都在喷。102。呀、yeah. ！好强哦，72嘛哈。Perfect number. That's also my perfect number. 啊，好刺眼！我若无法前进，你是我的秘密，再见也不能说。你打超近的，我打好漂亮，给你们看。我刚刚打了一个好球。很棒，我觉得很满意。好球，好球，我们在过球，第十洞开球。那个我手套不见了，我手套在这里。球棒也在这里，请你去开球。我先帮你们带路，我会打一颗。我们大家都已经打了，大家不要 too aggressive， 就是把球打到球道上面就好了。打怕就是赞。好的。像我这样就是很赞，知道吗？Oh, never mind, just short a little bit. 小了一点点，但是方向很棒。笑死。Get in. Bro. Wait, 什么？ OK, so right now I'm gonna make a birdie, so you guys can see if I can make a birdie or not.谢谢。一百三十二，上不加上坡，不加泥缝，不加任何东西，不加酱，不加加多少。It's actually not bad. Yeah, though, right? 大了一点点，但留回来了。Go to the right.
小毒好穷好穷好穷走、我穷呢我不知道161嘛又是小鸡腿我想尿尿我带小鸡腿就够了、下一栋是不是有厕所下一栋有转动后座有我不喜欢打五号铁所以只要有需要用五号铁的时候我就直接用小鸡腿轻松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So proud, so proud. That's a good shot, bro. Oh my god. 球嘞 I don't know. 还不错。好。我觉得你好棒哦。啊，我知道。对啊。好的。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好喘 ，Even 我们 ride with the car， 我觉得一整天就是这样，心率大概是在125的数据。哦，真的吗？我有听，来，你看，你能想象就是毕业后他没有我怎么办？连一根 T 都没有办法 handle 自己怎么办？你看。他这样没有我可以生活吗？没有，这样我怎么忍心毕业？好巧。我们现在第14栋吗？我不知道哎。来，我忘了说什么。你们的外婆，我就我的外婆，拜托不让他担心你们的孙子怎么办？到底我还要多怎样才有骨气 ？I don't know。你为什么要一直吃土啊？你可以不要吃土吗？我没事，我没事。迈向光明的阳光。我找到我手机了。18栋，嗯，啊，五干栋，还巧。Let me get back to sleep, just leave me alone without your bullshit。那还可以，可以吗？那你可以帮我拿我的手机吗 ？T 不知道去哪里，没关系，放心，我只要打球就好了。没事没事，最后一栋打趴就好了。把杆给我。Okay. 姐，你刚刚看我，我手没，手机完全没。你只要打出去就好了，不用棒球式。对对对，打出去就好了。安对奥基了，这个超炸鸡的，超厉害。还可以，可以，超厉害的。Missing you.